组合公司已经暂停对华为公司涉及软硬件产品转让义务，并且提供暂停向华为提供有关服务的这个说法。我们将正式的确认此事，并进一步积极关注事态进展。同时，中方支持中国企业拿起法律的武器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。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。去年11月，习近平主席。 自从临近门事件以来，美方一直对国际上指控、指责美方，非法实施网络窃密、网络窃听、网络攻击这些事实依据，美方实际上一直是三缄其口。那么，美方以己之心夺人之腹，为了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，对他国企业造谣抹黑，却始终拿不出像样的证据。 你刚才所说的、所引述的欧洲方面的上述的调查结论，它证明了华为的清白，也暴露了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其他国家企业的不正当性。